我要先加一了。我也要加一，我刚才就说那边我要买这件，它这件也超可爱，而且它可以穿的大小就是非常大，它是 S 到 XL 都可以穿。我穿的是绿色，这个是粉色，我觉得它的粉有点粉肤的，粉肤有点粉肤色。孕妈咪可以穿哦，可以，它是做那种蛋糕式的下摆，而且它本身上面还有做那个拼接蕾丝吗？对，有一点花纹诶，近看一下。这个直条的地方是做同色系的花布，有看到吗？它真的是做工非常非常的细，然后上面的扣子是做假的，所以它不会有爆扣的问题。它可以拉很紧，对，拉很紧之后，它侧边就是完全是包覆的，这边就做松紧很舒服，然后边边穿黑色。我就是如果你是保守派，请你里面穿棉 T， 或是穿那种宽背心也可以，宽背心或是那种。比较合身一点点的棉 T 在里面也可以，啊，里面有一个内里的话是看你个人的身高高低来去做选择。这个是粉